还算。另外一个人，他说老滑头，就是从中国大陆选出来的，来当了40年的立法委员，跟当了40年的国大代表，叫做老滑头。啊，为什么吴天理？人讲 CD 定点了，对啊，那个。哈哈哈哈哈！咱台湾人拢算，一个台湾人算对岸的，哎，你两四五百个，你倒不来的，就连很多很多钱啊。这重点在先，国会全面改选，为什么国会全面改选？你根本不走，你宪法没办法改，我们台湾人都没办法选自己的立法委员，所以就国会要全面改选。万年老贼一臭汗。所以看起来这些运动都是这些人呢。26年，不怪现在社运会败下去，因为都是这些人而已啊。这个好像在国中的课本里面有看到过，就比较多人。我国中模，国民党来台湾的时候是这副模样，打扮是这个样子。然后呢，就是走马桶的，走马桶，坐轮椅的啦，提尿袋的啦，坐拐杖的啦，上夜场就这个模样。行动是真的，哇，万年国会，对。但是人算很多了。砸到西门町的时候，也是巨马铁丝网啊，包的满满的。为什么在西门町要被挡起来？你走到哪里都挡到哪里。就是这时候，那时候发生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占据了铁路。哇哦！不是挡战车，是挡火车。中华路要回家，在中华路，啊，我当然人群，火车就不敢开了，火车这样停下，哎，就这样停下了，挡火车不是挡战车，然后后来呢，那个黄兴介，那时候黄兴介好像是刚刚放出来的瓦库 ，PP 搞，冻结民主圣火，从美国带民主圣火回来，那不同层次啊，那直接点。那边这个又在游来游去，后来国会全面改选，所以反抗是有用的。蒋介石保卫战依然反六千，反倒麦寮来了，我那边马也来弄搞掉，林依然呢过来问这样。所以我依然六千拍很多了，我算一点点意思意思，比如说哎环保也有什么也有什么也有这样。我依然说陈定南在写，陈定南还有跟。王永庆辩论 ，YouTube 也找得到。哦，在那么大的台塑大楼底下，人都这么小。台塑大楼，台塑大楼，我靠，也像写城堡。我应该政治正确呢，纪念国父诞辰。啊，连爱国奖金的都出来抗议了。真的，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在签大家乐。所以大家拢去求用白龙来做事，所以国民党就甲爱国奖券停掉，这些人就没头路，就出来抗议。都是什么人？阿婆啊，警察为个办法对付阿婆嘛呢？那奖券有罪吗？邱主席，阿婆啊，拢出来抗议，这都你出来抗议嘛？拢这阿婆啊，都出来抗议。这是爱国奖券，你都没看过啊！少年都没看过这个爱国奖券。爱拼少年啊，做工的阿妹啊嘛出来抗议。两党一样。工厂的女工，这嘛无共的。二华一案，跟这嘛无共啊，跟这嘛无共。哦。二华是啥？劳基法跟工会法，那国民党就不定这两个法，所以他们要抗议说，要定这两个法。劳基法说，我现在都定了。反抗是有用的。一案是因为有公运人士被抓去，被侦办。哦。郑茂兴了，郑茂兴被侦办，后来他们就要声援他。啊，在资本家的前面示威。
康廷和尚，一只手要华家城，一只手要安抚他哭泣的女儿。就像我老婆在美国念硕士的时候，送给他的他的指导教授，就说就过关了。原来你是这样把妹的。摄影真的牛对。哈哈哈哈哈！你要夹成什么？我讲怪怪，我一直站在那旁边，突然听到一个哭声，哎，那个破坏可以夹成变快，我继续直接夹成，直接按，直接按住他。你讲，这红门啊，红门夹成，红门你当初那个很有名啊。这跟运动没有关系啦。我说，哎，这功能的背后是什么？就是身体也得跟他掐也得练起来，好。哦。今天就要人权，人权是大游戏。美丽岛后的将近十年，美丽岛是1979。嗯。12月10号，台湾是一个无人权的国度。连脑性麻痹的小胖子都出来看看。天气不对劲。真是给他出来。好的，今天这首歌，这个看见他，啊，今天特别帅，我就帮他拍了一张。是，这个真是帅。今晚应该是毕业生的典礼吧？一口的呀。嗯。哇，公爷爷啊！好，你客家人也出来。我客家人那时候比较含蓄，因为为什么要还我客家话运动？因为在电视里面都没有客家话的节目，所以他们是用这个诉求来做客家运动。那样子是他声音比较弱的，所以我们都拍得很不好。一个人在玩记忆，在看着那个广电法。等于还有客家节目的，还要把孙中山都抬出来。我孙中山也是客家人，那种客家运动算是比较弱势的。哎，懂台湾应该不会。很多人不知道蔡曲是什么，蔡叫蔡有钱，曲叫曲朝德。这个是为什么会有这个运动？就是1987年的8月30号的时候，有一群政治犯，有美丽岛的啦，有白色恐怖的啦，有那八的，很多政治犯组了一个政治犯的一个会，那个会呢，蔡有钱当主席，许朝德就提案，说我们的章程里面呢，要列入一条叫台湾应该独立，国民党就被刷了。反正那俩人嘛，对吧？这两个人就被抓去了，因为一个是主席，一个是提案的，这两个人就被抓去关。我们就要声援他，台独运动就从这里风起云涌。以前也有啦，我在这个年代，你看还用言论自由而已，就在全岛到处示威抗议，台湾要独立。你当初不能讲讲独立嘛？讲独立走到来独立啊！讲独立是很大很大的进步。所以整个看到从1919看到现在，我大概读过国民党最大最大的进步，因为戒严48年的进步我们读过，因为228恐怖统治40年我们读过，台独从来不敢讲的，在这个地方读过。就是国民党最大的禁忌就是这三个，我懒得做这个，就是在那个台湾大学对面那个长老教会的总会，有一个巷子里面，包围包掉掉，弄到完整，不要冲，你冲出来，赶紧冲，你从哪里冲出来？从来无输无路啊！我叫炸了，
不冲不炸不走。那这整个罗斯福那边跑来跑去，就是。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围堵，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围堵。拢是牧师跟神父的球。这个是主要是那些牧师，所以在长老教会的总会那边要走出来。就那两个人是就是牧师吗？蔡有权跟许朝廷。他还不是牧师，他是传道士。哦，是长老教会的传道士。对，啊，新超的不是，蔡有权是。哦，蔡有权是。东西文化。有吗？从这里看到什么？老上跑最快，但是谁是在后面？这个是李正祥，这个是展秋，这个上就是黄先生。右边的干嘛？我从总干那个。这是公馆那样子。对，那大堂，那叫杜桥。对。其实他真正的自治者，人人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把它弄起来变成主张台湾独立。人人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后来就在大马路中间静坐。生理使人得自由，打说过，打倒独裁，人民万岁。这个又另外一个场景，就是蔡有权要出庭的时候，我们在法院门口的抗议静坐，开始反击了。刚刚警察小看啊，他喊了嘛，这些白人打路，后来那个严重，这个肯定要我过细刚这个狗戏。我正在做这个封面故事的时候，我们接到一个电话说：“哎，蒋经国死了，赶快换封面。”这一月九号，蒋经国是1月13号死。再有几个面孔。爱国运动搞了，搞了新国家运动。独立了要安怎？爱叫人是国家，还是一个台湾群岛各地，双重国家。就郑南榕出钱，黄华领军，告诉台湾人说台湾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这里问题啊，你保别些啊，这里已经死去了。陈定南吗？陈定南吗？不是，陈定南没有上街头。人家1967有上街头，台独运动他没有上街头。忘了他的名字，我后边有两笔钱，背影就知道了。他忘了他的名字，在乡下，他就想在罗东街，黄华，这里是黄华，就是在南榕有一套他要反抗的一个步骤。第一个，戒严不解除，你就没办法阻挡劫色。28不平反，然后你的心里永远是一个阴乌云在那里。那这两个弄完了以后，国会要全面改选，再来台独言论要突破，再来突破台独以后要建立新的国家，新的国家你要新社会、新文化、新什么，其实里有很多牌子，不太有道逻辑在那里。郑南榕是哲学家啊，他念哲学。新宪法、新文化、新社会、新国家，门都没有，除非你踩过我的尸体。国民党变个咧，因为一步太子国民党禁忌，我国民党要置他于死地。伊讲，免讲，除非你搞打退我的尸体过去，我就自焚。要出兵的那一天。在总统的前面，
越进来，站住脸，看他焦黑的爸爸。那是头吗？头，烧焦的身体。瞻仰最后的一面，那时候是士林会楼道了，现在好像是那个士林夜市。是，那淡水有改道嘛，把它填起来。以前叫会河道，会。那出兵要回，好几万人为他送葬，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送葬的场面。自由物理史这一张在李雄的慈林台湾社会运动影像展里面，这张最大的一张。为什么这个郑振龙用他的杂志推动了那么多的挑战国民党最大经济的运动？国民党不容许他。当我们在杂志登了一个许世凯写的《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那个美编是我编的，然后国民党就要抓他，用判断罪要抓他。郑南榕说这是言论自由，不理你。然后国民党就说，等到收到传票的时候，郑南榕讲一句话：你只能抓得到我的身体，尸体抓不到我的人。然后他开始在他的总编辑室里面自囚71天，死守了他的总编辑室。你想想看，一个人七走一缸地也总编辑室里面等着国民党来抓，国民党每天都想要抓他，他就把他镇守在他的总编辑室里面。等到4月7号，1989年4月7号，当我们杂志都编完了，我就冲进去抓人，放火烧，他自己也烧，国民党也烧，统统把杂志都烧掉了，那就是我。然后在59那天出殡。就是这个，在出殡的当天又发生了一件事，一粒美好的种子草根于我张丽华志。张丽华是我好朋友，我们曾经住在一起过。我刚刚讲在那个机场事件的时候，我跟他跟一个日本就在日本教历史的一个学者，以前也是街头运动的，跟一个日本共同社的记者，我们四人进去。后来我们出来，第二天呢，他是伪装成要出国的旅客，他看起来不像，就被抓去了，毒打一顿，啪啪，卡灯就见了，把就见了。然后我看到他被放出来那一刹那，我知道这个人这一辈子坎坷了，因为我让农道社会。后来。经过那个事件以后，他整个 我看他的脸啊，看他的肢体语言啊，看他的表情动作了、啊，我就知道他变了。那后来呢，还去做农民运动。当他知道郑南榕自焚死的时候，他又跳跃到另外一个境界去，他就在总统府面前烧死。刚刚有人问说，我说第二集是不是1990年以后没有了？一个我最敬爱的老板自焚死了，一个我很好的朋友自焚死了，从此就不再拍这个电影。火都要比总统府高，我就站在他旁边，我要去抓他的时候，因为很多人要去抓他，要去把他拉起来，我就叠在那个铁丝网里面，他一直想爬起来，因为那是。你越挣扎，他勾得越紧，满脸是血。我站起来的时候，一直问我自己要不要拍，要不要拍，要不要拍。
我在那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碰到我们的郑文堂导演，抱着他痛哭流涕，泪如雨下，就是真的泪如雨下。我还在犹豫要不要拍，我还想说啊，要拍。那边你是摄影师、摄影师、摄影者、摄影家，拍，我就拍拍拍拍。我后来检查我的底片，我只有拍了六张，只有一张是清楚的，就是最后这一张，就从此我就离开了，就再去流浪。苏阳等一下，苏阳，我来张宇，我这么骨灰坛放在竹井，就给他们看。好，今天这个分享到这里。还有几分钟啊，给大家问问看。